加打银行啊，它的股价虽然受到配股的消息影响，但是我们看它的半年的业绩是蛮不错的。我们看到它重点放在那些新兴的国家之中，他们面对金融海啸的压力是比较小一些。所以我们相信，就是如果将来经济恢复一个增长的话，渣打银行的盈利的动力是蛮大的，所以我相信它半年的业绩是一个比较好的业绩来的。